无万能的第一名。恭喜小强再度当选模范生，大家要多跟小强学习哦。谢谢校长。小强根本是万能的超人，德智体群美样样都第一，他应该没有不会的事情吧。如果我有小强的1%强就好了。好厉害呀，谢谢师傅。对对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明天我要参加一个生态之旅，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和我一起去玩呢。我那我们等大家集合完毕，我们就可以准备。这个树林有很丰富的自然生态，尤其是鸟类，我会一一向大家介绍解说。太棒了，今天真是来对了。小强根本就是活的百科全书，什么都知道。没有啦，因为常来所以知道一些。大家都到齐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吧。耶、yeah, 出发。大家要跟着我、这个、千万不要单独行动，这样很危险。他们真的都好可爱哦。你们看、这种大蘑菇叫做这种蘑菇的花纹很特别哦，而且这种蘑菇生长的地方，糟了，队长还有其他人呢。别担心，这里我很熟，跟我走就对了。是台湾蓝雀耶，平常很不容易看到，我们今天很幸运哦。对了，我记得那边有很多蝴蝶，走，我带你们去看吧。是岔路哎，小强，我们要走哪一条？走右边这条。应该是这条没错吧？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怎么都没看到蝴蝶？哎，小强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队伍集合？队长发现我们不见了，一定会很着急吧？好像真的走错路了，怎么办？不行，大家以为我什么都知道，绝对不能让大家失望。这里我很熟，不用担心。等一下看完蝴蝶后，我们直接到出口和队伍集合就好了。小强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膝盖擦伤了，好痛。这样应该暂时没问题了。谢谢你，美丽，没想到你会带药水出门。没什么啦，因为我妈妈是护士，所以都会帮我准备一个小急救包。小强，你不要怕，我们帮你。你受伤了，我们也不要看蝴蝶了。对呀，还是快点找到队伍吧。对不起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路，是我骗了大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一直说我是模范生、万能的超人、活动百科全书，我很怕被你们发现。其实我也有不知道的事。小强，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都懂，但是大家对我的期望太高，只好不懂装懂。我们只是觉得你很厉害，很羡慕你，没想到居然给你这么大的压力。真的没什么好羡慕我的，今天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一个人迷路又受伤，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小强，你不要这样说了，你一直很努力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对啊，以前我们需要你的时候都是你帮助我们，今天就换我们帮助你吧。谢谢你们，我以后不会再逞强了。
大家一直在找你们，找了很久哎。对不起，是我擅自带大家脱队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我来背你，这一次可不要再走丢喽。好。这世界没有人是万能的，不可能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。人类是群体的社会，就算是能力再强的人，也会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。像是这次受伤又迷路，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忙，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承认自己的不万能，一点也不可耻，大家也不需要羡慕我，妄自菲薄。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，就像碗和筷子，形状用处不同，但只要被用在对的地方，就可以发挥各自的功效哦。